有一部分的这种特殊物质，它是虽然没有看到明火，但是目前的这个火源呢，其实孩子还非常的复杂。现场从路面上，我们消防员控制包括评估这个火势对周边环境的人员的伤情进行初步的判断和清理包扎。你找我们办说话吗？在外面啊？好吧，不能拍照了。